接下来这一首，我们要带来我们第一张专辑的歌曲，那是一首关于梦想的歌曲。那其实在第一张的编曲里面也好，或是 MV 也好，就是其实默默的好像就是把追逐梦想啊、梦想实践这件事情跟无奈沉重的心情绑在一起。那因为今天是 Lovely Sunday 的主题，那刚刚也讲 Lovely Sunday 其实是带点日常轻松写意跟幽默的氛围，所以我们对这首歌做一些改编。那当然也代表我们在过去休息的时间里面，还有做这张专辑的过程中心态一些改变，那也许不那么急躁，然后也更从容更踏实的在做享受我们现在做的每一件事情。那也希望大家能够以更轻松的心态去追求自己心中的美好。大家点不点位吧。Oh,